来即将登场的是湖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马伯谦、乃万、李宇春。向前，你就是国潮。欢迎回到浙江卫视百度朝圣典晚会现场。起立，老师好。哎，同学们，你们这是怎么了？老师呢？老师今天不在，我是你们的学长马伯谦。学长好。同学们好。这是一堂公开课，那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选择。先说说吧，你们以后都想做什么呢？我想当宇航员，我想拿作文大奖，我想让很多人听我弹琴，我想做美食家，研究世界的营养美食，我想当外交官，我希望世界和平。大家的想法都很潮，那你们想听一听我的选择吗？其实吧，像我从小就喜欢表演，喜欢唱歌，为了走这条路呢，曾经在剧组里打过杂，拎包倒水发盒饭，即使经历了很多的艰难，在我特别迷茫困惑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过放弃。所以今天我能站在这里，等会儿我还有表演呢，坚持下去一定会走出自己的路，这条路就是潮流。再考考你们，你们觉得国潮是什么？是妈妈带我去看的博物馆里的宝贝，是穿我们自己的民族服饰，是中国制造的无人车。以上都对，但其实还有一个，你们就是新一代的国潮，是你们创造着未来，引领着国潮。你所站立的那个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所以再问一次，国潮是什么？收看浙江卫视百度朝圣典，打开百度 APP 进入直播间，力抢杜小满金融最高888元红包，优惠买国货就上百度 APP， 打开百度 APP 首页摇一摇，或者搜索国潮养生精品国货，一键到家，赶紧抢起来吧。陈欢，哎，是不是觉得刚刚 VCR 里面的那些场景超酷的？好想打一辆无人车出去兜风啊，绝对很带感。哎，我跟你说，依依，你这个愿望呢，其实已经可以实现了。啊、哎，百度 Apollo 共享无人车在北京、长沙还有沧州等地呢，已经全面开放、规模化、常态化的一个运营了，已经为21万人次提供了出行服务。太好了，那有机会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好不好？你看，我们常常会畅想未来世界的模样、嗯、你说到时候是不是只要动动手指或者是动动嘴，那些智能机器人就可以帮我们把很多活都给干了。哎，你遥想的这个未来世界啊，其实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马上就能够实现了、哎、马上让我们一起进入嗨外星人的世界。百度一下，马伯谦、乃万、墨甲机器人乐队。外星人真的存在吗？We just
之所以演得起，再也切演不出我到那不一样的情节，再也不会精疲力竭，让我更勇敢的爱，能够跟我一起 fly。清醒，趁我所爱的就是 real love， 不要趟风石头攻破我的 brave heart， 听说勇敢只是破坏我的好坏，就要不同寻常，请给你各位漂浮在宇宙，不管高也不低头，我想爱和够，只要加入不要抵抗，给我外星的能量，给我外星的能量。We fly high, high, high to the sky. Watch you every true one in nature. Watch you dance and know that you won't put that shit away. High, high, yeah we fly. High, high, high to the sky. High, high, yeah we fly. High, high to the sky. 为什么有点憔悴？我不想做谁的宝贝。重复的生活好累，哎，我只想陶醉在阳光下，有些夜色里，刮冰雪天，或者暴风雨，需要点料。打起精神和下一秒战斗，一样的路，一样的步子，我也能走得过一样的苦。与生俱来就是吸引他们注意，此刻我只是需要外星人的助力。漂浮在宇宙，不管高也不离走，我想海的够，只要加入不要抵抗，给我外星人能量，给我外星人能量。也特别感谢墨甲机器人乐队带来的精彩表演，有请马无千乃万一步到我们的中间，欢迎二位，有请二位，赶紧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马无千。大家好，我是乃万。跟我们分享一下跟这些机器人乐队合作的感受。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呢，当时，说有一个这个智能机器人的乐队，因为其实音乐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不规律的。那么其实机器人很多它都是编程啊，包括代码它都已经做好的 program。 那么它如果有规律的，它能制造出不规律，其实还是一件我觉得是一个创造未来可能性的一种模式啊。然后听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对的，这个还是清华的是吗？对，清华大学。是清华的吗？你听的没错。是吧，所以这个就是，虽然我没上过清华，但是我我拉个边吧，我父母是清华的。拉个边吧，拉个边。哎，你知道这一个乐队是清华大学研究的首支国风乐队，所以真的是特别的酷炫。乃万感觉怎么样？我会觉得未来就在我们新一代的青少年手中，我也很佩服这些新科技的研发团队，让我们的国潮科技可以这么的酷，这么的潮，这么具有力量。
是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满怀希望去憧憬我们的未来。谢谢二位。那通过我们的百度热搜数据呢，我们可以看到哈，像无人驾驶正是国潮科技的代表，同样备受关注的还有人工智能、5G、VR、AR、云计算等等。那大数据呢，能够帮助我们洞察到亿万网友哎在关注什么样的国潮，上百度 APP 搜百度热搜，了解更多国潮新趋势。祖国繁荣昌盛，国民生活幸福指数提升，各行各业蓬勃发展，这一切的背后都离不开太多人的默默付出。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保卫国家的坚强力量，让我们掌声欢迎百度一下湖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